许魏洲。我们要请王刚先生为他颁奖。来，两位一起拍一张照片吧，好不好？来，好的，谢谢，谢谢王总，请先入席，谢谢王总。获奖感言，嗨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许魏洲，我特别开心能获得这个新青年，然后大奖，我觉得首先特别感谢 Mens Uno， 然后也特别感谢 Mens Uno Young， 然后为我们这些年轻人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，然后能展示自己的态度，展示自己的个性，我觉得年轻嘛。就是要有激情，然后有冲劲。所以其实我一直以来也是在我的音乐上啊，在影视上啊，也是想把新的好的作品带给大家。然后呢，我最近呢其实也是在忙我新的演唱会，会在12月9号，就是过几天。然后呢，今天等会儿也要再去彩排，再去排练。我觉得把自己投入在工作里面，然后不断的把自己新的东西带给大家，才是新青年的态度嘛。是啊，是，所以9号如果你们想来上海看演唱会的话，就等会儿记得问我要门票。好的，你刚刚也提到了新青年就是要有那种有态度有想法，肆无忌惮，其实可以直接一点，所以我很直接的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平时工作那么忙，如果在北京有时间休息的话，你会到哪里去随便逛一下呀，放松一下，轻松一下？其实回来还没逛过，一般都在家里面，然后陪陪父母吧，是吧？这种时候麻烦你回头看一下那几个字，帮我念出来。哪里？哦，我没事的时候我就会来太古里，不，我有事没事的时候我都会来太古里。我再问你一遍，哎，北京没事的时候，放松休闲的时候都是？放松休闲的时候，不是放松休闲，有事没事都得来太古里。山青有事就得来，没事也得来。太巧了，我们都是。是吗？是。太巧了。所以接下来我们颁发一个奖，非常的有悬念，叫做明星最爱时尚地标奖。我完全不知道谁得奖，我们先看一下大屏幕好不好？